上看到的就是内力高中今天的先发投手黄曼玲，身高哦江直树，这个施政哥你知道可以到一般学校来参加黑豹旗哦。对，哇，挥棒落空上，哇，挥棒落空，三振出局，好球啦，哇，好球啦，今天几 K 了，哇。哇，黄曼玲这一棒，哦来了，左半边 哇落地，这是一支安打。画面上看到的就是内力高中今天的先发投手黄曼玲，身高哦江直树，这个施政哥你知道江直树是谁吗？所以他现在被三振了。他是这个当年偶像剧是里面的男主角，这也是可以到一般学校来参加黑豹旗哦。对。哇，挥棒落空，一上来就三振。对，一上来黄曼玲就靠着三个球抓到了这个半局的第一个出局数，都没有确实接不好，所以二垒的跑者借由这球来上到三垒、哦、对，所以是一个比赛进行中、嗯、两好球，这个时候挥棒落空遭到了黄曼玲的三振、嗯、虽然他中间是有队友接手过，对，不过因为他还是回到场上、哦、三振啊，三振啊，挥棒落空，好球啦，哦哇，挥棒落空、嗯哦、三振出局，好球啦，哇，好球啦，今天几 K 了，哇，应该要准备了、哦、秒两坏，哇，孙家勇追打了这个偏打者外侧的坏球，遭到了黄曼玲的三振、嗯、投手是投不准的情况就会很麻烦，对，孟建华打第一个球、哦、哇，游击上飞球遭到了接杀，哇，这个还没回去，哇，赢了，回一垒，哇，赢了，这是一个再见的 double play，哇，孟建华的这个飞球，哇，黄曼玲这一棒，哦来了，左半边，哇，落地，这是一支安打了，哇，黄曼玲这场比赛的第一支安打也出现了，嗯、哦真的哦，今天这个、哦、真的是有够厉害的，黄曼玲跟黄小杰这两支安打哦，我讲真的，这种安打就是教练喜欢的安打，这打的都比一些男生的安打更扎实、啊，更扎实，然后更漂亮。对，好的仰角，好的这个角度，都是打网哦。嗯，这个就职棒的打击，赛前打击，职棒选手也。